来人生路，西瓜斗阵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在下昼长的时间准时甲张磊斗阵来看戏。今日咱们来看的是漳州市毕格雄剧团为咱带来的三只驸马。故事讲的是洪家的彩云公主要来选驸马，皇上下旨朝中大臣啊前来这个金殿应选。最后彩云公主选中了定殿将军尚英华，落选的这个朱家就怀恨在心，起兵造反，要尚英华献出彩云公主。彩云公主在佛心机将军的帮助下面成功的逃脱，皇上甲皇后公主因三个人啊被逼流落民间，媳妇何世杰机缘巧合之下救了因一家人。后来皇上前往这个东莞去搬车救兵，回朝斩判出一家人团圆。那为了报答这个救命的恩情，彩云公主就将佛心机召为驸马。那在新婚当日知影了佛心机的计谋，经过一番的剖析，皇帝要为公主重新来召驸马。安尼到底谁才是第好的驸马人选？话唔加讲，赶紧甲张丽到底来看。
你讲什么呀？讲公主伊，公主伊怎样啊？我讲啊，公主把酒洗来，头壳顶，背后影子将你看。什么？公主伊也把我路过过？看来伊甲公主有寡意思啊。哇，如此我就去看看，拼会着终身富贵享荣华。水水哒哒，阿妈花花，只要不要过时，人人夸。原来是飞将军甲上将军恁啦，我是三万里上条是银山驸马，对，我要当驸马。啊，上将军你呢？要将我是奉旨前往银山驸马。飞将军，唔知万岁有几个努力呀？朱大人。你知我知，万岁只有一个彩云公主啊！我一个公主，该配几个驸马？一个公主当然嘛选一个驸马。你是路途，是阿人，该无你接驸马。无，家己嫁接驸马，自然无人嫁，只是万岁选了。谁家不知勇敢？对，目前我也是皇帝，真来应选的呀。驸马随着选，要着皇帝来拍板啦。嘿，这个公主选驸马，应选的人叫归官，不知皇帝你想安怎？
台。我啊，你啊，有何高位？红奴啊，建议父王交代的代志，你可袂记得啦？我啊，你啊，交代些事，让你一时啊，所记袂起来呀、啊。哎，父王的你啊，传啊，子类最好嘛。你是讲你孙子类最富吗？红奴啊，红奴你把驸马孙为国家最栋梁。阮知影，阮知影，驸马是皇帝的囝婿。红女啊，落选子女正对。选子女，无咯，红女啊，就选嫁人。红女，就选子女。你选子女？对。不要，你要选嫁人。不错。哎呀，父王不要。那你可袂按父王的哦？我放心，我会晓的。皇帝呀，那你呀，可袂按照母意？你要放心，我会晓的。主动啊！既然那驸马要皇女家己挑选，来呀、啊，传为相国圣殿。有请皇王请。
城市，共享城市文明。
性命。罗相公啊，你是主持干净人，你我可是多年功了啊。免那关系，是便宜啊这。罗相公啊，挑选驸马，望你多多关照。免开窑门，是陪车休困。罗相公，写好选驸马，进前回话。好好好，来来来，公主有命，好选驸马，进前回话。我来。您最后就叫白，按照顺序来。无礼太心来。那好，主公主先来。来叫好人。禀报尚书大公主，坐来西去啊。啥表心意？表心意，公主。听来，出城破门关西县，英雄一路过心香。我以公主心奉陪，这是从天赐良缘。殿殿将军上前应算，殿下。木匠参见公主，众强作势，看了土气。将军，啥表心意？公主啊。万岁的话一句，顶过千万句，顶顶。
岁啊，我这个感情人可以感情咯。万岁，万岁！哎，万岁啊，那这再落去呢？好吧，秀英华见情听风，万岁！恭奉你为罪东宋驸马，先接公主归府，但待这个还魂，下主龙恩。行，嘿，多来去，行，多来去，多来去，多来去。嘿。哎呀，公公啊，你看这，啊这。这有啥办法啊？你好，你好，合作愉快啊！感谢。妈妈，妈妈，你来这边，好好看啊！宝贝，你慢点。哇、哦，真漂亮！周围没人，周围。先生你好。文明观展，展现你我涵养。
了该爹爹郎君哥哥我来人要你快快走走开不出太过吹昏昏便利起了下班爹爹爸爸你所起一昏官便利岂不是别别争气送死吗爹爹岂不得啊是呀大哥如今在一表格片的叫我看来就这条出路这条下出路混混混大哥如今表官在蓝朝中为的还召集大军包围家城到时都见骑兵不见回军讲什么？突然之兵逼急回军，赶走这昏君，解掉我带。赶走昏君，解掉我带嘛。对，大哥，为帝元统领三军，用你调解这位，这将江山。这丢，爹爹，小不宽心，也得做皇帝啊！做皇帝嘛。可惜信不再来快快走散吧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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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
万岁回京，公公回来出京迎接。听一听。Yeah.
种信仰藏在时光的深处。你在家里找到的是抗美援朝的见证，有一种信仰值得去不断追寻。我们要挑战用说唱的方式创作一个新作品。有一种信仰鼓舞着你不断前行。我穿我强国有我，青春是我，奋斗是我，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中国向下生根，向上开花，传承红色基因，强国复兴有我。大哥，帮我开始讲事啊！
什么？帮我开始讲啥？大哥，看这罗世面，豆腐甲椒头是袂卡味，咱要是趁早拍算啊！可惜万岁，命我死守啥门啊！哎呀，什么时阵也管你万岁，伊要死，咱就莫对伊去。日头请爷爷，虽然过世命啊！兄弟，你讲我当如何应付啊？大哥，咱就开啥门导航？什么？开啥门导航么？来，哟！有，是开啥门？你只大棍，是天地，大哥，随我来。天地，就三棍，好，杀尽红霄，是。一枪杀昏君，强人在人就强。向英华，你啊，敢依我这马驸马，今日让你一刀给你做。反！主公主，向将军是主官盔甲导航，你不可太呀。来，走，先将一人拦。啊哈！是，杜大人。啊掉！阿拉去！贤弟，你快快进轿前去，擒马不保军师。太官，你也得这不保军官。哈哈！虎我大哥最皇帝，天下一我最莫分。兄弟，兄弟！兄弟，六部公卿一文不拔，我已经比我两斤起来了。嗯，鲁肃胁迫，那就等待你啊这武大魂君，哈哈！报！兵部爹爹，敖丘桥边不见那魂君的踪影啊！啊啊！不会，你已躲走了，来人！派出重兵，四起对攻。是。欢喜三只虎马，今日咱就先看到这。精彩好戏，如果感觉看不到歌曲，也忘记。明仔日的上一个时间，将来有缘在这陪您继续来看戏。明仔日中午的十二点，观众朋友会记得准时来锁定的文卫视，关注到底来看戏，唔通错过精彩剧情的发展。那在看戏之外，麻烦关注的文广电看戏文的手机软件，安迪顶面会看文直播每一日的精彩内容。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咱明仔日。